辅助你，只要钟馗没攻住我，我闪现随时能走。杀！来了！你们搞，我去干大事了，跟你来姐，我去跟你来姐去干大事了。A 的可以，偷家一波顶上去一波了，没人啊，家里都没人对面，一波了拿下了，兵线进去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前方一波，兵线了，兵线了，没了。拿来吧你！我这个好像是我扛的呀。啊！我拿什么视野？我拿三指去了，结果没注意被勾了。可以打。动不了，我就烦这钟馗，一勾一晕的，根本就动不了。我把龙王杀了，兄弟们！打卡时间到 ！Shut down！ 我操！快走！喂！我们没老夫子打不过。果然这个说实话，这个游戏绝境真的得看对抗路的，真的对抗路才能提高上限。这老夫子如果让我操作的话，这把早就已经赢了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由于这局老夫子屡屡被钟馗勾中，连续掉点，本来稳赢的局面硬是拖到了20分钟，遗憾落败。随后开启下一把，结果又遇到了上把的队友丧气。对吧？我上把断腐赖了，虽然输了，但是我输的心甘情愿啊！我操，不用心甘情愿，兄弟，我再带你一把一样的。这家伙大八哥，我操，弗莱哥又是你啊！我操！我来把老夫子，上把的老夫子看得我血压都高了。这局赖神掏出绝活英雄老夫子，准备来一把现场教学。而对面雅典娜也是一位隐藏高手。本局游戏究竟是被野王统治，还是被对抗路左右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请求集合。我把你东西都吃光了，不好意思。还有道理。我操，这么猛的，无限技能的，怎么感觉他？人道力大。我操，他会玩。刚好一下路线都吃不到的。服了。小蛋，雅典娜。请求集合。逼牛逼！哎呀，我操！天地劫！老夫子是这样玩的吗？后来中塔可以强拍两下，兄弟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不用怕了。
干扰，天宇干扰走了。顾及同事，顾及同事，顾及同事，帮我扛一下塔，第一下塔帮我扛。加路远。中吗？推中吗？干将的中一塔就并不需要推掉吗？这不就？算了算了，骗。大闪了，看到脸方我停下来了。没到。先打吕布。在后面。我牛逼牛逼，雅典娜来了。好、oh.。拉满，二开好了，二开好全收了。哎呦，被雅典娜两枪抽了，雅典娜被我全杀了。收到。吕布到了，吕布到了。韩国大派送，韩国大派送，哇操，全是残血，说他小带，我看得出他手法的。雅典娜来了，躲在哪里？在后面，后面。我来了，可以打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管一下。我盯着雅典娜，不敢进，他不敢进。切掉了吧，来我。动，管一下。不是，这么恐怖吗？我操，这。为啥呀？一个雅典娜为啥这样？别打中青线。反大蓝，不用管我，反大蓝断中线。他上线要管，我可以弄冲。如果他上路人，来，打两个，死了。一波。Go。天哪，没有，上了有兵，赖子哥牛逼，赖子哥牛逼，我操，牛逼，请求集合，收到。哎，赖哥，你真的很强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是你的老摊粉。早上还在看你的视频，我每次都会看你关上那个李德华。好，拿下。当我拿到这个英雄的时候，就我后面这个英雄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人能战胜我这个段位。39输出。Merry Christmas！ 给雅典娜点个赞。